贼了。啊？哪儿啊？哪儿啊？啊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问你话呢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见义勇为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坏人把你打了，警察把坏人抓了。是这样吗？派出所立案吗？立什么？你不是见义勇为让坏人打了，坏人。爸，你信吗？媳妇儿呢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你这还用猜吗？肯定是让我大嫂给打了呗，要不然怎么大半夜一个人跑回来呀？大哥，走走走走走走，是不是你？过了过了，哎，别生闷。我问你，你们刚结婚，怎么就动手打架呀？为什么呢？肯定是因为婚礼的事儿。